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aron。现在我教你们怎样去把一张照片瘦身。因为很多人就问我说，怎么把一张照片瘦身呢？你可以不可以教我呢？好的，我现在就教你怎样把一张照片瘦身。OK， 首先你的电脑要 install Adobe Photoshop CC 2017。OK， 当你打开好了，你去这里 File， Open。然后把这张照片 import 进去。OK， 你 import 好了，你看这里一个 background， 这个锁头的，你 double click， unlock it， OK。过后你去这里 filter， 去 liquify。OK， 这个第一个 forward work tool。OK， 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东西好像 mouse 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可以调它的 size。OK， 我们就把它调成200了哦。set 成200，然后它的这里的这个看它的这个圆圆圈都够大吗？够大你就放成250了哈，250 OK， 我们就把它的脚尽量的拉进去。就把这个 set 比较小吧，100就够了。然后你来这里，它的肚子这里，然后你可以 alternate zoom 它 alternate， 然后 scroll 你的 mouse， 然后过后你这边把它拉下来一点，然后底部这里把它拉下来一点。OK， 然后你来这胖哥，再减瘦一点点啊。哇，你看这里的颈这里哈，你可以这个可以 set 差不多大概20，在它的这里颈这边拉一点点，缩小一点点，成功的变瘦了。 OK， click OK， 然后就是这样子，你去这里 file save as， save 成 JPEG， save。 OK， 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瘦身 P 图就是这样子 P 出来的。现在我们来 compare before and after。 OK， 你们学会了吗？记得 tag 你们朋友和 share 出去我 video。如果你喜欢我 video 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赞，订阅我咯，下次再见。